婚礼摄影到底有多累？欢迎来秋秋姐姐，就看姐姐，北京发给人家先发出你老公先，妈咪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听我讲啊，你身体移过来这边，看后面找不见。阿健，你阿健，妈咪去看妈咪，在这里一点点，妈咪的头在妈咪头这边就好。好的，阿健。姐夫跟着做，姐姐跟着做，你做你自己，开心点，啊哈哈，哈哈哈，啊哈哈哈，哈哈哈，哈哈哈，来，姐姐都拍一下，给我拍照一张。要要要 ！OK， 好，来，来。我可以和摄影大哥要幽默秘籍吗？跟我请的摄影师天差地别，摄影师拍完了，喉咙也沙哑了，好可爱的摄影师。